他能175，哇，这种射手都能赢。其实我该多死一次，再多死一次的话，就是我的身高了，你知道吗？川木和杰瑞，对面这木木，我记住你了，一直搞我，还有这小锦鲤陈川都搁这针对我，有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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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们谁懂啊？来护我一下，兄弟。别出声！哎，我死不了吧？应该。First blood。我死不了，我来了，我能逆天来。发起进攻！哦，我没打，我靠，这樊登这英雄太克制我了。开始撤退。小丑，小丑，我好小丑，我一个人逆风啊！我看了一下战绩，好像就我一个人劣势。大招还未冷却。看一下呗，别 K 头发，别 K 头发，兄弟。发起进攻！我呀，哥们，咋？猫上溜吗？我操！没疾跑，马超没疾跑。哦，这么嚣张！我靠，兄弟！兄弟呀，好啊，兄弟！这是我们家防御塔吧？不是对面家防御塔吧？哎呀，这怎么玩啊？家人们谁动啊？有没有天理了呀？咱就是说，怀德应该大喊你好，是不是？谁秒他？可以可以，稳了稳了，兄弟，信分我们，咱没保我就行了，二技能护盾和大招都留一下。在后面，兄弟，你要砸了？就只杀我，打打打打打，都没技能了，都没技能了。哎，没事，一杠七而已，小问题。对吧？我靠，我扛下了所有，最带兵你们的人是我呀！你看那个绝育路像什么？像云端。